哪些是一个是多项式。好，那我们说多项式啊，那个次数是正整数或零啊，是谁的次数？ x 的次数。那 x 不会在分母还有绝对值还有根号里面。好，所以这个 x 没有在根号里面嘛，那它的次数都是正整数，或者这个没有是零。好，所以 x 是对的。OK， 那这个呢 ？b 呢？它分 x 在分母，显然是错的。c 呢 ？x 有没有在分母？没有，它只是五在分母嘛。所以 x 的次数是一样，是可以的，是对的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出呢 ？x 在哪里？根号里面就错了。一呢 ？x 在绝对值里面也错。好，所以答案选 A、C 可以吗？